付出了这么多，工具人。哎呀，干嘛？想睡啦，有点累，我站了一下。好，我们不是还有终章要结吗？对啊。文森特，我们帮文森特 QQ 30分钟。QQ，QQ。对，我要帮文森特30分钟。30分钟。我要去影院那边复制。这边本来就有火吗？我们回来原本的战局，它还可以。这边本来就有火吗？萤火，这是后来。偷！完成好多好多那个好成就、哦。文森特 QQ 啊，复制贴上，嘿。帮文森特 QQ 30分钟。好。啊，小屁股痛，复制贴上去。你按到什么？抽50个人吗？不是，还好啊，没事。你怎么了？复制错东西，差点把复制错东西贴上去。哈基可爱那个吗？你说串流码之类的吗？还是什么王志呢？感谢礼物69个牛排，感谢。那要扑火啊，不然就要烤成肉了。不长，不该公开的王子，没有。公开王子，你公开什么王子？不该公开的，没有。还有什么愉悦写真啊，还是团团写真？没有这东西，没有。哇哦！哦，我这里有哈记的哦。所以应该贝克女士没有了吧？应该没有电话可以接了吧？我去看看那个游戏间，我原本那个不能接，能不能接？好，有没有打开？啊，我们要怎么去一楼啊？对啊，有两种快速的方式，跳下去出来。哦，找到了，去码头看。等一下，哎，哈基，你知道刚刚文森特的地方吗？贝克女士叫我去码头看看呢，有东西耶。好，去吧。你会开心的，他说有东西寄到我的名下了，他说我会很开心。哦，难道是那个保镖去找你了？文森特找你了，有个奖品，一只文森特，文森特一只。哇！哎，这台车是变成那个吗？那个头文字 D， 我先拿去看看我的奖品。先看看我的奖品哈。我要尾随。感谢恶魔的666。究竟是什么呢？不是这个吧？还是为什么你射了人就要伸舌头出来啊，哈基？哈，就射到人啊，嘿嘿，然后舌头就伸一边出来。哎呀，啊！哎呀，亚美咯。瞄不到，瞄到了，瞄到。秒秒秒！换子弹！秒！要给你起啊！没关系，不用。好，练准度。那我要练准度，我要射你。射过来！什么东西啊？没戏！你到了吗？我到旁边了，等下过头了。这里？叶昭伟，我帮你呀、啊！哎呦，要求贵哦。这台车吗？装甲车？电死你！哦，这台车哦，你是装甲车哦，送你的、哦。对，
刚刚那一台吗？我不能上来。不一样的，它是一台轿车，但是是装甲车。帮你改好的。嗯。我不能上。他是叫我直接停到某一间公寓去了。对。我不能上。哦，搞不好不是送你的。他自己直接叫我停到我的公寓去。哦，那就直接给你的吧，你试试看啊。应该是，我现在选了地方了，但是我现在不能动啊，我也不能下车。等他读一下吧，可能。帮你装潢一下车啊。嘿嘿，很贵啊，很贵啊。送的不会贵啊。花椰菜，花椰菜。他不能动，我现在完全不能动哎、欸，完全不能动啊！哇！你在干嘛啦？开动啊！开动啊！我来了，我要看一台黑色的。我看到这边那么……重点是我现在是完全不能动。你也不能下来吗？不能，我按 F 也没用。我把你杀死嘞、欸！试试看啊！防弹，射不进去，射不进去。他防弹、欸啊、破了，破了，破了，破了。但是我的血完全没有扣。你无敌耶、欸！对。哎呦！杰克飞出去了。你把这台整台车轰掉可以吗？试试看啊！哇、oh, ，不好意思。好好哦、嗯，整个不好意思就有3000块。我觉得这台是车坏掉了、欸，哎、欸，不可能不会坏啊，不可能不会坏啊，应该是 bug 了。我觉得是 bug 了。对啊。哦哦，最耐打的车哎、欸。这有问题啊。我帮你放烟火，这个烟火，哇哦！好了，我重灯，我重灯，我重灯。警察车要来了啦！呀，警察有没有看过烟火？我先离开前哨站局。烟火、哦，好看的哦。以后我退出了，我先退出来了。然后啊，直接加你们的应该就可以了。再去烧一次。你要烧什么？商店呢、啊？他真的会烧起来啊？是没烧成功，然后再烧一次。我去看你烧。这台车是什么啊？它刚刚名字是？我现在去上个厕所。嗯，好。那我让你一下。刚在里面。好。好，拜拜，嘿嘿嘿。哦，火烧人进去吗？他门关起来烧不进去啊！啊，不好玩！拍死啦，麦搞怕啦，拍死啦！我刚只是在烤肉啦，妈的啦，烤肉而已，奇怪。烤个肉不行，奇怪。他说我加入的战局里面没有这个人。哦，杰克你怎么了？因为我加入的是你的战局。哦，
在天空加看哈记的。等一下，我在天空，等我下去以后再加另外一个。哦，你们结界不要放这么强好吗？打不过。所以结界放很强，然后如果打不一直防守成功，会有什么奖励吗？有两个防守一次成功，有两个徽那个徽章。哦，难怪人家放那么强。嗯。啊，空洞就爆了，可恶！这样可以停吗？停不了吧？哦，刚刚好。完了。嗯。DSD 把他飞机弄爆了。你来做什么坏事？大警车。完了。挺坏的。警察生气气咯。不会啦，不会生气气啦。欸、我在单人公开，我加过去你们那边。可恶！哎咻！哎咻！可恶！哎咻！哎嘿，中了！嘿嘿嘿嘿嘿嘿嘿。想起来啊！哎，想起来啊！哇，直接撞我哎！我天啊！加入，感谢阿英的礼物。耶、yeah. ！加入中，不要乱贴网址啊！拜拜。是不是那个什么五的？对，我准备好了，他来了我就直接编了。三个字，然后最后一个字是五。对，好，加五的话是第四个字。打开进房通知，看他还没打字之前就先把他编掉。陈先生，然后他最后个字是五，哎，不然，好好好，我撞到红绿灯啦！啊，不要射我！不要点开那网子，我会、啊。不要点开那网子，等下你们中毒我可不管哦。哎呀、啊，所以你车子好了吗？乱点。音乐。哈，我还在天上，我在天上飞，我还没下去。哦。我在天上飞飞飞。我瞄准到什么了？难道就是瞄准器？这手机点不了。你换我连不过去你们那边了吗？轮流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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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哔哔哔哔，哎，你知道？哔背不背不？太好，造成有人跟我共鸣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这什么东西？我没听过哎、欸。这是最新卡通哎、欸。啊？什么卡通？你现在不知道吗？靠右。哎，我加不过去哎、欸。它有新的版本呢、欸，可是新版本好难看哦、喔。真的假的？对，变得太光滑了，你知道吗？很光滑的粘土。为什么四颗星呢 ？What the fuck？啊、哦，我的奖励还停在那边，我先把我奖励再领一次看看好了。好，好、哦嗯。嗯嗯，我有多买嘞，我有多买嘞。抢手提箱，台主你好批评他都不来，对啊，都不理我这边嘞，他不来我这。哎、欸，杰克。嗨，黑暗邪骑是布里兹那个造型吗？
QQ。你是说楼？好像砖头那个吗？对啊。怎么了？很像是吗？什么很像是吗？是吗？是什么意思？是那个造型吗？应我查一下。没关系，我也忘了。刚今天登录抽的。我的暴君被炸坏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QQ， 你说名字什么？黑暗还是暗黑邪气？他写黑曜哎，黑曜、哦、黑曜、哦，是啊，是砖头那个、啊。哦，抽到了，这好送哦。就是那个啊，登录他是说用1000个粉末、10000个粉末抽207造型。哦哦，因为那个是累积登录。哈，累积登录好吧，那我应该是没机会。他可以补签，你只要花一点点联盟币就可以补签咯。免费的可以四次，阿周就是花联盟币。哦，我来登上去看一下。好啊。Hello， 刚下班的 Hello。上班辛苦啦。上班辛苦辛苦。可我 LOL 也很久没打了欸，都玩战棋，很少在打 AR 跟一般。好久没开 LOL 了，你不是直接移除了吗？对啊。哎呀，嗯，为什么一登录上来看到机灵爷爷的交换礼物？哦，对啊，你不用理他，你选那个游戏大厅，有个人像很正很正的衣服，领咬着饼干，点下去。很正，游戏大厅。嗯，什么签到奖励还是什么的？哦，看到了，衣服领咬饼干。你确定要花费1500个蓝色粉末买钥匙吗？对啊，就是那个、啊。不要。哦、oh ，买钥匙你不要、哦，粉末买钥匙、欸。断，可是它是断的啊，断片。哦、oh。这是几乎要全签完才有、哦。就最后一个啊。哇。惨。好好，我停在。它是到今天嘛？哦吧，不知道、欸、到31号、哦、看你啊，如果你觉得不划算就不要签了。哦，我这次可以成功发动它了。哎呀，哦，然后我的暴君不见了。好、哦、啊，买一个断片啊，抽个箱，我就没抽了。您的夜总会，我先把我的，像我今天这台应该就算是领到了吧。哦、oh ，这台就是可以开枪的那一台吗？炸不回的那一台吗？他的车灯底下有机枪口。嗯，哦，哦，啊，我怎么钥匙有七把，箱子没有半个？哇，我是一堆箱子没有那个哎、欸，怎么那么好？好，我应该可以加你们了吧？我看一下，试试看。嗯，这次加繁星，哦、加什么？哦，你没有打我啦，不要邀我啦。哎、欸，我好少哦！啊，出去玩一趟就感冒，真的是。哇，一定不是我的问题，一定是杰克来住的问题。不是的，杰克来的时候，隔天我就开始玩嘛，就奇怪那天就开始痒，喉咙痒。没有啦，没那么严重啦。啊，白痴，应该先邀你们进来的。他进你的症状是喉咙痒嘛？对，就喉咙痒。哦，杰克的症状。哦，对。感觉像扁桃腺发炎那样子感觉。哎、欸，我加不到你们那边战局、欸，哎，为什么？我重开好了。我重开游戏。好。为什么夜总会的货这么少啊？我的也超少。怎么了？都没在增加。对啊。发生什么事情？夜总会坏掉了。嗯。听说现在不是一晚上，没有夜。No夜。我这手提箱要顾10分钟，也太久了吧？没关系，没人跟你抢。我刚刚是想过去，可是看到哦，是他自己拿的，算了。嗯哼哼。我觉得有点久，算了，我直接不要了。要等多久啊？哦，这还要再等6分钟。啊，可以啦，等一下，因为音乐还没好啊。
你哭着啦，等我连过去嘛。我想进我的地堡处理东西哦、喔，就是不用处理了啦，不用处理了啦。Q Q 哦、喔，他什么事不能做？可以等手提箱啊。啊，我知道了，阴阳师，阴阳师，我一直在动阴阳师啊。哪一个嘞？我的阴阳师从刚刚开台到现在没有关过。哇，那你手机已经快没电了，赶快充电。没有，他手机插着那个电源，oh, oh, oh, oh. 他一直都会有电。Oh. 哇塞，怎么连金海卫园里面都有圣诞节的装饰啊？哎呦，人家也想要过圣诞节嘛。金海卫园呢？做装饰，而且里面还播放那个哎，圣诞节哦，你版权哦，版权哦，版权哦，啊，金丢标喽。biu biu，哎，你知道我这几天那时候在找、啊、要找充电器，他说那个有一个插座嘛，我就放那个我的、有一个抽屉里面，就那时候一拿出来，想说嗯，怎么手痒痒的？一看插座满是蚂蚁，全是蚂蚁。哎呦，哦、那天我有看到，哦、超恶。DSD， 你没事吧 ？DSD， 结果后来我去那个水槽敲一敲，里面还掉出一些那个可能像蛹的东西，啊、里面草。巢穴了，完全蚂蚁巢穴，好棒哦！超扯哎、欸，就是后来把它丢了那个水杯里面，然后就泡了一天晚上，隔天早上起来处理，然后摇一摇，嗯，这是芝麻汤呢，芝麻，哇哦，超扯那种量。手机电池没完，这个手机它本来就已经电池已经疲乏了，所以没差了。哎、欸，按什么键是丢手榴弹啊？那个金海，不不。欸、不会，不可能。欸、想加速吗？欸、哪台车？不是 G 啊，那个夜总会的。一把一一一，啊！完蛋了，有人跟在我后面。哎、欸，小心哦、喔！我哦，对你四一耶，谢谢你。不会，我刚刚就只真的差 F。要按下去，没按了。对，然后 X 也按了啊 ，G 也按了啊 ，H 不是啊，然后 V 也按了啊，还有什么键？就是 E 了，就是 F， 就是 E。对，是 E， 是 E， 是 E。谢谢哈记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就你知道你最好了，才不会记仇呢。叫什么 ND？对啊，我的手机是家用的，它只要离开插座，它差不多一小时就没电了。那我觉得那锂电池是蛮假的啦。这台手机很久，这是我爸换下来不要的，然后我又拿过来拿来当玩手游的。嗯，啊，我杀人？你杀了谁？DSD 啊，你给他踩到了吧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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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在我旁边，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按到。他可能走过去，自己假装跌倒啊！他杀我！他被警察杀了吧？假摔有没有？啊，他手被夹到，痛，好痛哦！拿去住院。我好像知道了什么。手被夹到那个吗？然后还要掉点滴吗？他有掉点滴吗？没有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没那么深入研究。哦，真的？我只知道被夹到的时候还可以握手，然后还要拍照。哎、欸，有个医生就说啊，国民党真的是医学进步的党派、欸。怎么说？之前就有一个人好像就是坐轮椅吧，隔天就是去发表政见什么的。哇哦，马上治好吗？然后那个医生就说，国民党真的是一个那个医学先进的党派，连我们都做不到的东西，他们做到了呢。抢先全球，超强！什么超音感美不用，自己来。哎、欸，我家进来这是哪里？你家谁的？我没看到你进来。
我是加他是，我是直接加好友，我不知道他怎么加。哦，好友还是会乱加，有时候也是你一个啊。完了，你是好友，我没有朋友。有啦，没有朋友。有啦，还在等着你交啦。我想来作死试试看。嗯。作死预言家，在那个大耳朵，然后按 F， 我会不会这样滑出去？大耳朵？什么大耳朵？是卫星啊，卫星那个大耳朵。哦。如果在上面上方，然后按 F 跳下去，我尸体会不会这样子滑过去？接住你啊！你看是会滑出去，还是会直接撞到大耳朵摔死？啊，不行不行，不能摔死！我现在活动快结束了。跟你差点就对久了，没差、啊。也是哦，那个是那个任活有小游戏哦，对啊，对，那你只要拿超过六分钟就好啦。哦，对啊，没人会跟你抢啊。耶、yeah, ，我加入了，来了五人战局，然后我再看着赌场外面。耶、yeah, ，获得什么东西？10000块哦，我觉得。可以啦，你再玩个199场就可以买那个小坦克了。是不是，你要算一下，你看一分钟1000块，好像可以耶，好像啊，你抢个商店也没那么多啊。没有，可是你用 CEO 的挑战啊，就超高。好，有安慰到你吗？没有。杰克哦，嗯，好了，我们来去解游戏间吧。好、啊，好，游戏间是那个是插在哪里啊？啊，这个是，对，不是不同的任务，一个是前言，一个是本片。大兵要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啊，等一下。我没有领到 GTA 的圣诞礼物啊！刚刚去帕拉门很难过，没有看到那些更难过。如果他们早一天回来的话，就有机会了吧？然后我邀不到其他人，你们都有。等一下，我还在送夜总会的东西。隐退了，隐退了。好，那个应该只算小那个吧，小任务吧？还是最终？哦，最终哦。好，我差两个，快了。我是要看计划版的那一种。好，对，好，我尽快。我先看其他的啦，其他的好像还有几个前置可以解。快了，快了。因为我在想，我们解完贝克女士后面应该有一个任务会解锁。哼，嗯，对，那个前置任务应该是会解锁，应该啦，应该。今天下午才领得到？哦，对，好像是4点吧。下午才领得到，所以。我们应该有领到吗？没有，是下午有领到，所以下午还可以领。因为换天啊，他 GTA 有换天。哦，到下午4点之前是不是？忘黑啊。OK， 在睡觉，那是最难过的哎、欸。OK， 差3个小时。在换天啊 ，GTA 的换天。啊，算了，都算了。你是大野狼。安，刚来的安安哦。安安，我送键盘，送键盘。用 PS 手把玩真是太厉害了，真的。不过有个好处是他们会半自动瞄准啊，自动瞄准。他瞄准有半自动，对啊。嗯。跟磁铁一样，自动吸到你的头上。嗯。有好有坏啊。你们好了吗？快了，我剩1.8公里。哦，还近呢。我解散摩托邦，加油。哦。哎呦，还近。月月学院。哎呦。好，记得敲尾巴哦。SDSD。怎么了？一直看他用身体去装车。没领到200万，对啊，过啊，哎，不要再说了，你们再说我就难过而已。200万，
哎呦，你炸到！哎、欸，不要逃过一劫。好了，等一下我还没退。好了。哇！干嘛？没事。怎么了？没事，我被吓到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等一下，那台车是谁？拍谁？拍谁？这谁？另外一个观众吗？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这是谁？哦，音乐这个很难哦。哎、欸，那个是不是解锁？哎、欸，对，之前解锁那个保全情报那个解锁了。哎、欸，我要怎么解除？啊？按 M 吗？按 M 然后嘞，第一个，然后嘞，你应该就解掉了。我、哦、管理我的摩托邦吗？哎、欸，不是啊。对啊，管理啊。嗯、然后嘞，但是应该可以，隐退还是什么的？哎、欸，保全情报。你现在是摩托邦还是？我是摩托邦啊。摩托邦啊。可是它只有名称成员，摩托邦风格，友方伤害，竞速抵达目标，摩托邦风格没了。嗯。怎么这样？嗯？保护我的制造厂，完了，我是要先去保护。你现在是不是在执行任务之类的？对。嗯，在执行好像不行那个。那等我一下哦，我去看一下。这个，嗨嗨嗨，这个这里有空拍机可以玩。我有买空拍机可以玩。那是我的汽车旅馆。哦。哦。它会爆掉啊？欸，会。爆掉以后，我记得是五分钟才能再交一台。哦，不用钱啊。啊，它的电极是怎样？嗯、可以保证电子是不是？可以电路人啊。他今天要不要来玩？嗯。我空拍机。可以电人，可以电人，嘿，邀请。是什么游乐场的空拍机哦、喔？哦，没有，是真的，真的空拍机，你可以到大马路。对，可以带大马路上玩。那、啊、怎么才能买？他，你要先买街机铺，然后再把它升级空拍机。哦。然后被车子压爆啊？你可以试看看，我是没试过。哎、欸，让、啊、你把它弄爆了。啊坏。他磨到地板就坏了，好像蛮正常的。在101顶楼丢不想吃的水果下去楼下。好好。我可以去找阿吉。哟。比不。哎。我不知道他这样看得到看得到我，看不到看得到我。你看得到吧？哈哈！感觉飞不到这么高哎、欸。哦，好像可以哦，往上飞了。他就在最高的那一栋嘛。对。好，我带空拍机去给你看。好远哦！哦，啊，太远了。它有距离限制哦。好像是太远了。哦。别！看来是摔下来了。警察别别！看来是摔下来了。Ouch！ 哦，我的。我掐的顶。我的制造厂有告密鬼，我除掉他了。那你可以快了，一直送来送去，还有再等我两分钟。好，等你。嗯，可恶，但我要去玩街机了。那很烂呢、欸，还要玩哦、喔。我有买另外一台啦。哦，这有了吗？好。
我来去玩看看，我还没玩过另外一台。希望是那个什么，很像星际大战那种的。这一台我不知道是怎么样。哦，进到厕所了。猴子天堂。噔噔。好了，啊，载了摩托棒嘞。啊，只有一台啊、哦。雨将证物送回。啊，这是干嘛？可恶！接下来这游戏画面好废哦。丢这么棒干嘛？可恶！哦，啊啊！摔死了！啊，好烂哦，不好玩。好，继续。好了，你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记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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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那按错了，哎、欸，我还要花一元呢、欸，一块钱。我上次也在你那里面花了一大堆一块钱啊。是啊，对啊。进腰了，好了，进了，好了。好，那我去接任务了。啊，走错边。车我征收啦。让我把。屁呀、啊，这猴子。结成冰。就那一个红点啊。比较绿色格子，红色格子而已。来来来来，解一下解一下前置啊！我们之前没玩过前置。好。好。这个，这是要解完贝克女士才能玩的前置。哎呦。啊！我被赶下台了，下台一块钱被吃了，我的一块钱我还没收。你去哪里啊？广场，我来了。有人自己抓这个摩托车跌倒了。哦呦，我也觉得蛮厉害的、啊。跳过来，嗯，帅。摩托车去哪里啊？啊，这个背背背背，这开车不行啊，背背背哦！看到人家逆向就要让啊，你这不行啊，很危险。来抽一个大点的礼物，礼物。哎呀，大家都要到哦，全部人都要到。你说我正在开，我正在开。你说你的台抽奖吗？不是等待您的组织抵达、哦、这个点抓到，我是要去你的台抽奖，大家都要到、哦，大家都要到，都要抽到哦，不好抽满哦，是这样吗？哟啊，这里吗？我翘鬼嘞，是车插回，蛮猛的，我不会翘哎，那翘鬼嘞怎么翘的、啊？你不会翘，我是翘鬼嘞。哦，哇哦！哦，是你！哦，所以他，哦，难怪需要说后续剧情。商场警卫，哪里啊？下面骂。来了！哇！哦，哎呦！你怎么？这是风水轮流转啊！发生什么事？你怎么了？纹身特在这边，在这边当保全，然后，哦，欸、保全，对，有人偷了这边的车子，那他那台车子冲进来之后撞到纹身特，不，然后嘞，然后我们现在去追那台车子，这里这里在这里，这台车要杀他吗？要扎他吗？不是吧？应该不能炸车吧？我们要抢回来才对。哎，行紧哦，阿伯，变变啊！变变，纹身特，靠他，我靠他，靠他啊！他死，他死，他死。啊，拿回来，拿回来的，气呵。好，你们开回去吧，你们开回去。哦，好滑车！哎呦，三宝，三宝，看到前面人家车祸还开过来，三宝，真的是三寶，三宝，那谁的警车？看看谁开枪啊？看看，他是轮胎爆掉是不是啊？好滑、哦，可能吧。送回来了。Look at this.
哎呦，帅多了。有剧情吗？有，有剧情。哦，我没看到。他有点白咖的走出来。听着，我知道你爱干一些肮脏龌龊的事情。我也花了很多时间思考如何防范坏人进来，这对我来说很难。不过如果有人想抢那个地方的话，这边有用的资讯。哎呦，会让事情容易很多。他给了一个神奇的小硬碟给杰克，对，里面会让你啊，你不错的。哎呀，是他的吗？啊，原来是他的，应该是他的。抢回来车居然这么有钱呢？说他要拿去还给另一个人的。应该是要还给另外一个人吧？哦，还是说就是占为己有了？他是趴车小弟吗？他应该是趴车吧？嗯。哇，难怪是要接续的，不然你根本不知道、嗯。